就在解放小学胡同里呀、啊，眼瞅着一家啊开了好几年的苍蝇馆子，探探看到底咋回事儿 ？Let's go。Later。他家的就餐环境啊，太亲民、太接地气了，老百姓啊要的就是这个味儿。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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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。没错，我精神不正常。厨师老弟啊，戴个小白帽，干了20来年的厨师了，国家特二级厨师，这小勺给你颠的都能申遗了，太好了，都能申遗了。老板，那咱家干多少年了？干4年了。哎呀，干4年了，这万兔岁凤。对，那也属于老馆子了，兄弟们呢？老馆子，咱家价格太亲民了，太接地气了，老百姓啊吃就得吃这样的馆子，亲民接地气。太好了，小白菜鸡蛋炒粉这道菜啊，给你揍的太亲民了，太符合大众口味了。青椒炒肉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老少皆宜。川菜水煮肉片这道菜给你揍的有红丝板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疙瘩汤这道菜啊，是暖心又暖胃呀、啊，没牙都能吃啊！我的造型怎么样？我的表演怎么样？我的造型与表演都能申遗了，锦州市人民、大洋孩子都得意我呀、！Fuck you！ 水煮肉片这道菜给你揍的有红丝板的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！大洋孩子都得意呀、啊，老少皆宜，太好了！水煮肉片这小菜给你揍的滑溜的小肉啊嫩超的，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，太香了，好喜欢，哥哥呀都挑大拇哥了。吃点素吧，兄弟们呢，可千万千万别拴上啊。 Oh no。厨师老弟呀、啊，人家干了20多年的厨师了，有证儿有证儿，国家特二级厨师，这小菜给你炒的不咸不淡，太好了。你等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他家的散捞着才5块钱一杯，挂杯呀、啊，这小酒啊，哥哥呀，大嘴张的都喝出好来了。青椒炒肉这道菜啊。根哥呀，太得意了，好喜欢，喜欢，我的天哪！吹吹吧，烫啊，要不砂糖子干秃噜皮了我。根哥呀，这吃的，这造的，这头点的，像鸡千米了似的，都吃出好来了。青椒炒肉真香呢。汤这道菜啊，是暖心又暖胃呀、啊，没牙都能吃啊！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总结起来呀、啊，这家小饭馆的菜价啊，是嘎嘎的亲民呐、啊，厨师的手段呐、啊，是挠挠的。我是不撒谎啊，我要是撒谎啊，叫我出门啊，赶下去。哥哥也频频点头啊，今儿个可开斋了。今天你馋了吗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